新港福德宫连续三冬举办新春拔杯比赛，庙方二十一号公布金青年大奖，共有一个机车、运动器材、iPhone 十一等丰富的奖品。欢迎乡亲新家年头来到新港福德宫行村拜拜。新家年头，大家拢介意去庙的行村拜拜，祈求好运。新港福德宫连续三年在新村举办拔杯比赛。会在何庙方公布今年的奖品，上大奖是奥多麦一台。真欢喜哦！今年已经第三年举办拔杯的活动。咱的活动方式就是拔两杯进入决赛，初四再来决赛。奖品真多，也有奥多麦、iPhone 十一代的手机啊。厨师机、健身器材等等七项奖品，30个资格，欢迎大家小招来新港福德宫。对的，哦，真正奖品嘛足丰富的吼，咱家看个奥多麦吼，啊，之前两年哦，骑奥多麦，对奥多麦，拢是小朋友吼，拢是有的是为外口看来参加的吼，今年同款奖品同款足丰富的吼，所以欢迎大家吼，初一甲初四会当来福德宫来迄个拜拜，搁来拔杯比赛。真趣味，啊，阁真好诶奖品送互大家。想要得到大奖，宝贝时阵，第一甲伯公仔讲好清楚，包括家己诶名，阁有住伫倒位。要来甲伯公仔博，奥多麦，甲 iPhone 手机等一挂大奖，要来甲伯公仔结缘，若是好，请赐金杯。郭金孙主委表示，今年拔杯同款为初一就开始，到初三是预赛，只要连续拔到两杯，得当进入决赛。初四来拔出最后幸运得主，欢迎大家来新港福德宫行村拜拜，试手气。大奖品拢等待恁来搬。台中华新闻叶宏武，新港彩虹报道。